夏季进入尾声，但天气依然炎热，不少民众爱喝冰饮或者是长时间吹冷气，抵抗力不佳就容易出现感冒症状，也让近期看诊人数比往年来的多。医师就提醒，台湾天气潮湿，大部分的民众属于热感冒，除了少吃油炸冰品之外，平常也可以用四神汤健脾益胃，去除湿气。天气依然炎热，民众喜欢吃冰饮来消暑，体内滞留的湿气散不去，加上长时间吹冷气，让免疫力不佳的民众感冒就容易找上门。医生表示，台湾夏天湿气重，容易造成暑热感冒，在中医治疗上会去除体内湿气，常会饮用桂枝汤、麻黄汤等。有一些人他本来的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弱，可能作息不正常啊，或是压力大，他抵抗力弱，所以在这个感冒已经好的同时，就感冒好的时候或是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其实是要放一些加强抵抗力的药，我们可能会用一些黄芪啊、防风之类的，就是加强他的抵抗力。那如果压力比较大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放一些柴胡剂，就是让他压力不要那么大，增加他的自体免疫。平时也可以按压风池穴、合谷穴，减缓头部症状的不适。而要预防感冒，平常也可以用四神汤来健脾益胃。而随着时序进入秋季，气候变化干燥，容易出现口干舌燥、干咳、喉咙干等症状，这时候也可以用银耳莲子汤来润肺。这个时候要润肺，就是养阴润肺。要注意的话，就是因为它已经燥了，我们不要火上加油，我们就不要再吃一些刺激，比如说胡椒啊，然后辛辣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要比较减少。那这个是不要再加油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润那个燥，就是要补一些滋阴下去，这样，所以可以吃一些白色的东西，白色的东西都可以养肺。那白色的东西像是白木耳，最常见我们就是白木耳，所以我们可以吃喝一些白木银耳莲子汤，然后加一些冰糖这样子。中医师表示，秋季除了可以多吃白色食物润肺之外，季节交替也容易出现过敏症状，这时候也可以用热蒸汽熏鼻，或者是用热毛巾热敷眼睛，减缓眼干、鼻塞等过敏症状。记者陈庄台中采访报道。